加州最近雨量不少，很多地方呢是豪雨成灾。如果我们可以事先了解知道下雨的时间，也许灾害就可以变得比较少一点。台艺的教授徐国林团队最近就发表了雨量预测手机 App， 可以掌握各地的雨量，现在开放免费下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土木环境科学系台籍教授徐国林团队成功的研发了雨量预测手机应用软体 iRain。透过全球天气追踪系统，直接从人造卫星数据做分析，及时的掌握各地雨量资讯。iRain 的画面就是动画式的卫星图，以颜色显示全球各地雨量。用户可以自由点选任何地点，逐步的放大观察雨量记录，甚至可以选取特定时段加以追踪。虽然无法做到及时更新，但它有助于数据的取回、处理，并且把发布时间提早一个小时，因此可以获得实际的雨量以及雨巷的移动方位等等，让大家掌握气象更加的便利，特别是救灾单位。不论是 iPhone 或者是安卓系统，现在都已经开始免费下载咯。